佳韵哥，好久不见！哎，好难得见到你。这位是？啊，我是。她是我男朋友，陆景。你好，珊珊姐，我是陆景。你好，丁大厨，你终于来了，里边还等着你大显身手呢。来来来。 很专业吗，老弟？知道，有沥水的篮子吗？你还会洗菜吗？ 我说你要是什么都不干，能不能别在厨房挤了？干嘛？我自己家厨房，我看看不行啊？珊珊，谢谢你把我们的视频给码头。 顺手给的。那我下次比赛你要不要来看啊？没关系，要不我先把票都留着，到时候你想来随时都可以来。绿豆，红烧鱼要汁吗？去楼下买一点。红烧鱼要配汁吗？嗯，你来做。 我去买。行，我去。你好好洗菜啊。怎么了？要出去啊？嗯。还不是为了让我们丁大厨的手艺能够锦上添花吗？我回来之前不许偷吃啊。快去吧。我说的就是你，注意点。 马老师，哎，待会儿见。以后做菜的时候，不要放香菜，他不爱吃。菜别做的太辣，他嗓子不好。谢谢。 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嗯，那就好。